大家好，欢迎收睇《看中国》。我哋呢一段嘅采访为大家请咗钟建华博士。钟 Sir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系啊，而家香港嘅政府嘅加辣嘅防疫政策咧，其实我一口气都讲唔晒啦。不过博士，我哋先分享一段视频俾大家睇下，好唔好啊？好。影紧影紧，影咗佢啊！哇啦，真系买飞啊！仆街！喂，车依家喺度嬲紧啊！买紧啊！嗰个女人，喂，做乜卖飞啊？嗰个女人买飞啊！嗰个啊！望住啊，负责人都要望住啊！博士，系。啱啱都见到啦，即系大排长龙啊！呢一排香港差唔多日日都系咁。即系而家我都啱啱讲咗咧，香港政府嘅加辣嘅抗疫政策，其实我一口气都讲唔晒啊！即系而家都见到个实名追踪嗰个疫苗通行证咧，已经就开始使用啦。政府就摆到明，又攞市民嘅追踪嘅即系资料啦，就话保持31日咧，就可能就会自动消失啦。即系创科局就讲嘅咁啊，两人嘅限聚令啦，又。跟住而家就可以系咪屋企人集会，即系非法铺嗰啲就唔使讲啦，即系一大堆嘅防疫政策。我见到《东方日报》都讲咗抗疫苛政啊，好似似乎啊呢个说话点讲，就系、是、港人有谁怜啊？即系而家香港呢个政府做呢个嘢，其实去到咩境界咧？哦，苛政如戒严，港人有谁怜啊？即系而家系咪真系怨声载道？市民系咪真系无所适从咧？好明显咧，就因为近期嗰个数字升得比较快啦，咁政府咧亦都因为唔肯接纳其他意见啦，咁就基本上咧就用亦都香港事实上亦都冇一个基础，暂时缺乏一个所谓好似西方国家同病毒共存基础啊，咁所以咧就唯有继续硬着头皮，继续用咗所谓坚决清零嘅政策啦。咁喺情况底下，自然就。政府採取一啲好鬼即係強烈嘅措施咯，只要成棟大廈有一個人被檢測到係，或者係證實咗已感染到嘅話咧，佢就要成棟大廈，或者甚至成個小區咧，就即係所有嘅人都要強制檢疫啦。咁呢個就令到頭先嗰個畫面見到咧，就即係好多人咧喺寒冷嘅天氣中咁啊，要去到户外嗰啲球場啊，或者嗰啲檢疫點嗰度咧，就排成4-5个钟头先做檢疫，而且唔係一次過嘅喎。最開始嗰時要3日之內做3次，跟住後屘就話頂唔順啦，咁啊即係做2次，自己再做1次咁樣。咁呢一方面就令到好多人即係好反感咯。首先你見到畫面就第一嗰條龍好長啦，呢個今朝嘅畫面嚟應該係。咁跟住咧，亦都見到有啲人就乘機即係發呢個瘟疫財啦嚇，咁啊即係走去揾人排隊，然之後就賣醜啊，咁所以咧就引起啲人都有啲反感咯。咁除此之外咧，嗰啲即係限聚嗰啲要求都越嚟越嚴格啦，包括咗食肆可能即係日夜都唔使做啊，遲啲啊。咁而家又將更加多嘅場所咧放入咗個599GF 嗰個限制場所裏邊咧就。飛鴨鋪做埋今日都可以唔准開門營業啊！咁宗教場所啊、超級市場啊、商場呢啲全部都要用呢個安心出行，甚至都係疫苗通行證咁樣。咁我諗好多市民就對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好多人因為唔相信政府啊嘛，唔覺得政府係會善用呢啲資料，甚至要將呢啲資料即係收集咗之後作一啲政治控制嘅用途啊嘛。咁所以咧，大家就好抗拒啦。就安心出行都好多人好抗拒噶啦。事實上，而家市面上好多人用安心出行咧。
就是用一啲即係所我哋所謂嘅鬼機嘅，即係話佢有另一部電話，咁入邊咧嗰部電話連完全冇個人資料嘅，咁啊嚟到即係令到自己可以生活到啦。咁而家政府就話唔得，而家咁唔得啦，要加埋呢個即係疫苗嗰個通行證咁樣。咁呢個第一，有好多市民未必願意將呢啲資料暴露俾政府啦。第二咧，就我相信好多人咧，亦都事實上有部香港有部分人咧，都係對呢、這個。打疫苗咧係有一種好強嘅抗拒嘅，一方面就唔信嗰只藥啦，另一方面咧就即係對政府採取一種即係不合作嘅態度啦。咁所以香港個疫苗接種率咧實際上就唔係好高咯，第一針都有八成噶啦，差唔多。但係咧打到第三針咧得10%，咁變咗咧就即係自然就比較難有效咁面對而家 Omicron 呢個所謂轉變種病毒啦，咁但係仍然好多人都唔肯去打針咯。咁政府而家就用呢種方法嚟谷針咯，咁甚至連細路仔啊、安老院都要打，咁呢個咧亦都令到好多人更加反感、更加抗拒咯。咁所以可以咁講嘅，政府喺近幾日嗰個疫情惡化的情況底下咧，就乘機推出咗更加多，即係比較你可以話進取又得，可以講話更加強烈嘅一啲抗疫嘅措施。咁但系相每一项措施咧，都系令到好多香港市民表示即系唔满意嘅。咁呢个政府亦都冇办法利用抗疫呢件事咧，系重拾翻市民嘅信心，甚至咧令到香港人咧对政府更加反感。咁而家面对嘅困局同两难就喺呢度咯。即系见到七个公立医院都逼爆啦，就寻日都有4000多人去涌去急诊。塞嗰度，咁講話醫院排到成等成8個鐘，即政府就希望係谷針過到6月尾要400萬人打齊三針啦。但係而家見到谷針嘅效果，第一唔係好好啦，亦都見到專家顧問都講咗，即係封城都冇乜問題喎。梁卓偉講咗封城都冇乜問題，袁卓偉就講禁足都冇問題，盧宇龍都講咗封街喎。即係而家就係點啊？即係係咪？为了抗疫防疫，为了顾市民打针，其实为所有的嘢都要为呢一条嘅政策去开路，其他嘢咧全部你都要行埋一边，即系唔使生活噶啦。即系我谂嗱，个疫症嗰个损害，我哋固然要小心啦，因为始终 Omicron 唔系话即系普通流感咁简单，呢个系事实啦。第二咧，最大问题就香港本身暂时系未有一个所谓。即系与病毒共存嘅条件嘅，正如你所讲啦吓，即系而家嚟讲打咗三针嘅人都系得10%，咁你第一针当然打咗80多%啦，第二针都有接近70%啦，咁但系我哋要明白一个事实咯，喺注射咗头两针嗰啲人里边咧，其实有成180萬咧系打咗呢个科兴嘅，咁而家啲数据广大嘅研究都好清楚噶啦，科兴对于 Omicron 咧系冇作用嘅。咁即係話，其實你扣除呢180萬嘅話咧，實際上打咗兩針嘅人咧，就係得即係冇70多%啦，即係冇70%啦，就係得翻呢個4成多、3-5成左右。咁所以嗰、那個即係或者話打咗兩針嗰啲啦，即係都係得4成多或者5成。咁你變咗即係喺咁低嘅有效，我所謂有效疫苗接種率底下咧，咁當然啦，而家就話第三針就叫大家打復必泰啦。咁但係基本上頭兩針呢70%嘅所謂注射多嘅人裏面啦，即係實際上有效注射嘅只係得即係一半多啲，即係50%到咁樣。咁變咗就即係嗰個社區所謂同呢個病毒共存嘅條件基本上唔存在咯。咁所以難怪嗰啲即係醫學專家就會用一種即係較為傳統醫療的觀點咧睇呢個問題，因為覺得要杜絕病毒的傳播啊，所以有阿袁國勇教授講過話要有疫苗通行證，要俾翻工翻學啊嚇。咁而家梁卓偉曾經講過，即係清零係唔可能達至嘅，但係佢今日又有另一個講法啦，就話即係可以政府即係考慮封關封城幾日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個病毒嗰個轉變咧係快到咧，政府與專家之間啲口吻都唔一致咯。而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亦都話，即係政府係有咗措施公布咗先通知佢哋咁樣，言下之意咧就覺得政府冇尊重呢個行政會議啊，或者自把自為咁嘅意思啦。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啦，
整個抗疫策略以至政府內部的協調咧，都係好有問題的，專家小組亦都有不同的意見啊。即係林柏賢咁，佢就話即係唔好計嗰個感染人數啦，淨係睇嗰啲重症人數、入院人數啦咁樣。咁啊，清零都唔可能啦，要現實啲咁樣。咁你可見咧，就即係政府自己而家嗰個策略咧，就除咗話自己左腳踢右腳，或者自己嗰個説法都唔清楚之外啦，加上基礎亦都唔穩健之外啦。连政府自己的内部，包括行政会议，包括政府嗰啲即系医管局嘅前行政总裁啊，刘柏言呢类咁嘅专家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咁你变咗令到成个抗疫个策略更加缺乏呢个即系公信力咯。咁所以即系个问题就即系好难说服市民咧，系即系好全心全意咁去配合政府做法嘅。正如头先我讲过啦，部分市民真系对政府嘅做法反感啦，第一就，第二咧，近期都多咗人覺得即係清零係冇效嘅，亦都唔可能達至嘅，咁啊要求政府要諗下點樣即係達至呢個社區共存啦。咁當然我頭先講咗啦，即係同社區共存嘅條件暫時唔存在，因為我哋有啲人打錯咗疫苗啊，佢唔係打錯嘅，即係佢最初嗰時揀錯咗一隻疫苗輸入香港，咁而家發覺呢個疫苗就對呢個 Omicron 冇效，咁所以個注射率咧亦都唔能夠有效，咁令到香港人建立一種社區免疫能力，咁所以而家問題就好尷尬咯，香港政府，咁政府就唯有繼續用一啲好強烈嘅措施嚇，限制市民嘅自由啊，剝奪你嘅自由，唔使翻工，唔使翻學啊，令到個社會陷於一個停轉嘅狀態。就算而家 Omicron 嗰啲感染人士里边咧，张竹君医生都讲过，大部分都冇病征，甚至病征轻微噶。咁但系我哋就而家因为为咗防止呢啲大部分冇病征或者病征轻微嘅人去感染到更加多、更大部分嘅人冇病征、冇呢个或者病征轻微，咁啊令到成个世界停转咧，咁啊令到市民嘅自由都受限制啦，咁啊令到好多人第一担心自己嘅饭碗啊，担心自己收入啦，另一方面亦都唔忿气咯，对政府嘅决策以政府即系唔容许有第啲嘅考虑咧，系感到相当之反感咯，咁所以成个处境咧相当之混乱，可以咁讲。咁未来嘅前景或者系政府抗疫嘅走势啦，或者社会嘅反响啦，其实你觉得会？有啲咩影响或者系后果会复现咯？当然，短期之内就个社会陷于半停转，咁都系噶啦。因为而家举个例讲，纳入咗嗰个所谓限制范围嗰啲地区同处所咧，就去到呢个月底都即系冇得喐噶啦啊！咁甚至迟啲咧，就去到边度都要有疫苗通行证啊、安心出行啊嗰啲嘢。咁就，但系注射比率就都系头先我讲啦，有效注射比率系低啦，咁嘅问题啦。咁亦都睇到，即系而家病毒咁变种法咧，你继续讲即系清零咧，系其实冇乜意义噶，因为除非你闭关锁国嘅咧，如果唔系嘅话，变种病毒总会入嚟。你就算一时之间可以将 Omicron 嘅传播链斩断晒，都只会一时嘅啫。当有新病毒变种入嚟嘅时候咧，重新又周而復始咁樣，又再開始過同一個周期，咁係咪每一次都係即係要個社會停轉嚟到先就政府嗰個所謂即係清零個策略咧？如果呢個策略係唔會長期有效嘅話，咁但係政府又似乎緊跟中央喎，因為北京啊，即係大家明白好多政治上嘅考慮咧，需要佢要即係清零政策啦，咁香港政府就唯有緊跟，咁所以政府個處境真係相當尷尬咯。而家令到香港商業活動都可能受到好大影響。嗱，歐洲商會、美國商會嗰啲已經話到明會撤資啦，係嘛？咁好多國際銀行家都搬咗去第二度咯。咁香港嘅經濟肯定會受到損害咯。咁再加上市民唔服氣啊嘛，市民唔支持，唔認同政府而家嘅策略，有部分人連疫苗都唔肯打，就可想而知啦。啊，咁所以咧就香港政府根本就缺乏咗有效咁去令到市民全心全德，或者大家都统一意志咁去即系呼应或者响应呢啲所谓抗疫嘅策略。咁而家仲话要统一思想，大家更加睬你都傻。咁所以我觉得就政府即系缺乏领导能力，亦都缺乏即系公信力，大家唔信任呢个政府，呢个系一个好核心嘅问题。咁所以造成嘅结果就系，即系而家嘅处境系十分之尴尬嘅。即系我哋既没有即系与病毒共存嘅条件，暂时嚟讲，但系同时咧，你要强制清零咧，
亦都得不到社會嘅積極呼應，或者話一切嘅措施咧，都會引嚟社會好強烈嘅反感同埋批評。咁呢個就係而家香港面對嘅一個好尷尬、好困難嘅處境咯。嗯，可能博士講嘅都。而家可能國際都關注緊，同埋呢個現象可能亦都復原咗啦。見到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咧，就其實2月9號已經大幅下調香港今年嘅經濟增長嘅預測啦。彭博咧之前都有一篇文章講咗香港復現墮落城市嘅跡象啊，同埋而家亦都見到銅鑼灣、周圍都係水戰河飛。咁而家你政府嘅專家顧問又講。即系又或者禁足啦、封街啦、封城啦，咁一路去香港，唔单止话即系大用大陆嘅字眼讲折腾香港人啊，折腾埋香港嘅经济啊，即系其实而家真系系啊，所以点样睇呢个环境，同埋你讲到香港嘅政府有一啲政治嘅因素喺后边收集一啲即系大数据呢啲，大家都讲咗好耐噶啦，其实呢个环境点样？可以走出呢个困局，而家真系好困难嘅，因为市民唔信任个政府啊嘛，即系所以大家都唔愿意配合政府嘅政策。咁政府嘅措施咧就加强之后咧，大家都系不情不愿咁去做。咁做嘅过程里边咧，尽量抵触，尽量去掩饰咯。咁所以政府嗰啲政策咧就唔会产生一个所谓全面嘅效果，呢个系一个问题。第二咧就。只是懂得即是强调清零而不考虑的实际处境实际上都越来越难说服香港人。你想想新加坡有段时间都经历清零的。但新加坡即是李显龙他发表多段讲话那你看回网上你就看到即是他每讲的每一句其实应该在香港都合适的。那所以即是香港人都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观点。那所以政府也都没办法说的市民紧跟大陆那套呢就即是一定啱。但现在的时候呢人民日報就話要統一思想，咁所以造成咁反面嘅即係反感情緒咧就更加強。咁你見到即係頭先你講到嗰兩篇文章啦，特別係彭博嗰篇咧，佢就唔係講疫情嘅，係講個政治嘅，講到即係對法制冇信心啊，官員嗰啲濫權行為啊，就令到香港有一個所謂 fail state 嘅 symptom 啊，所謂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嚴重嘅指控嚟嘅。咁事實上香港亦都即係可以咁講嘅。如果咁落去嘅話咧，今年嘅經濟好難樂觀嘅。即係諗下，即係而家嘅情況就已經即係失業率，其實即係政府上一季公布嘅失業率咧就 3.9 啦。但實際上呢個數字咧本身已經大量嘅水分嘅咧，我哋知道即係其實好多行業都係陷於半停工冇收入嘅狀態。二月份啱啱香港新年呢個月份啦，喺四月份一月底。我哋就開始，因為下旬啦，就開始要即係取消夜市，咁變咗好多茶樓、酒家啊、食肆嗰啲啦，基本上就最旺嗰兩個月咧就冇曬夜市生意，咁變咗咧就影響咗成年嘅總收入，好多做飲食業嗰啲咧就佢哋就話，通常佢哋頭嗰兩三個月嘅收入咧就等於全年收入嘅一半嘅。咁佢實際上陷於即係半失業狀態，或者話只係低收入低咗好多。有啲行業咧，甚至係完全冇收入。譬如你講翻啲補習老師啊，嚇、啊，或者話一啲即係而家嗱最簡單，而家連飛鴨鋪都話唔開啦。咁飛鴨鋪唔開嘅話，嗰啲剪髮師傅就好多都冇收入㗎啦，會嚇。咁變咗咧，就實際上嗰個失業情況比政府公布嗰 3.9 咧嚴重咗好多啦。實際上好多半失業或者隱性失業嘅問題咧冇顯示到。咁、那個情況似乎都要延續啦，因為而家政府嘅措施都去到二月底啦，而家似乎四月底都未必會根據西方嘅經驗啦，應該就嗰個傳播高峰期咧，應該係三月之嚟到咁樣。咁所以其實可以想像三月份都唔會有好日子過咯。咁變咗造成嘅損害咧，就會未來一年咧都會出現噶啦，就包括咗啲經濟萎縮啊，再加埋貨運都少咗，因為好多航班唔肯嚟香港，世界各地好多航空公司嗰啲。客运货运嘅航班咧，基本上都揾唔到人上机，因为啲空中嗰啲服务员咧，佢哋嚟咗香港，如果唔能够即时跟机走嘅话咧，咁就要隔离21日噶咯。我而家缩短咗都14日咯，系嘛？
咁變咗咧，好多人都唔願意上機咯。咁變咗就即係香港嗰個貨運咧，都出現咗即係半停頓狀態。所以我都擔心就而家香港問題就短期之內出現第一就係經濟會萎縮啦。第二咧就物價唔會因為經濟萎縮而下跌喎，反而因為呢、這個即係貨運減少短缺咧而造成嗰種上升。咁一個滯漲嘅局面咧就好難，可能好有可能出現啦。咁滯漲。加上收入下跌、經濟萎縮咧，咁啊對民生損害十分之大嘅。咁我最擔心嘅就係個情況會惡化一段時間咯。咁政府而家嘅策略堅持即係所謂清零咧，亦都無視香港嘅社會特性，咁只會令到香港即係面對嘅經濟困境咧係延續得更加耐，亦都可以咁講，未必能夠長期維持。咁變咗咧，就香港嘅經濟咧就會長期受到損害咯。咁所以整體嚟講，即係政府若果唔去而家開始諗點樣建立一個所謂社區，即係同病毒共存嘅基礎嘅話咧，我就擔心到時先至後悔，可能會太遲咯。因為如果政府肯即係去考慮呢個即係新嘅策略，正如即係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都講咗一句，我之前都講過嘅説話，即係。我哋暫時真係冇條件同病毒共存，但係我哋要朝住啲方向去諗，然之後你又建立一啲前提咯。譬如話，你同香港市民咁啊，先清楚，如果有達到九成或八成半有效嘅疫苗接種率嘅話咧，咁就可以考慮與病毒共存啦。咁樣咁先至能夠令到市民服氣同埋願意去配合啊嘛。但係而家政府死咬一邊頸，只係知道跟足北京嘅做法嘅話咧，咁市民咁抵觸情緒一定係大噶啦。再加埋。有成180万人是打了这个头两针就打科兴。咁变咗你要扭转这个即是当初选择这个疫苗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即是第五波这个病毒变种的嘛。咁而家要扭转这个当时的抉择上没有考虑到这点要重新调整的政策呢，咁亦都需要时间的。咁所以我相信就香港面对的困境呢就不会在二月份之内，甚至三月份之内就会消除，可能仲要延续几个月。所以香港嗰个未来一年的经济咧，同民生咧，都系好令人担心嘅。咁博士，我哋今日嘅采访到此为止，好啊，博士，辛苦你啦。我哋礼拜天再揾你讲几句，好唔好啊？好 ，OK， 拜拜。哦，咁好啦，多谢你，多谢我哋嘅观众朋友，好啦，拜拜。守护香港，守护14亿中国人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